今日天氣好好啊，所以約咗 Mathew 做個 photo walk。我哋就由荔枝角地鐵站出發，一路向深水埗嗰邊行過去。大家应该留意到我今天拿了部菲林机，就是上次那部 CONTAX T3。 我今天入了同柯达金400，看看菲林的色彩多漂，尤其是在天空啊。这部 CONTAX T3 是用了蔡司 Sona 35mm f2.8 镜头，所以无论彩色和黑白成像都相当之靓。这一类 point and shoot 的 camera 其实拿来做街拍真的很容易，又容易收藏，又不用对焦，一拍就拍到了，用菲林简直有复古味。今天条片不是很长，因为那天都不是拍多少照，一同菲林都没有，所以拍下街市来撑下时间。在街市排档后面行过，看到这间茶餐厅的旁边，在阳光照射下，那些窗花的影好靓。行到去深水埗，辗转我哋再行到去南山村。去到佢呢一个好特别嘅游乐场，影下四边好有色彩嘅屋村环境。临走经过街市上面嘅平台，就影到最后呢一幅相片。